就想发个言，怎么这么难、啊？我在把能保秀可爱，我跟秀可爱抱团走的。来了，老弟。宝宝真是个坏女。没事，我这把有身份，我不怕。打啊！我们自打我来。没事，这把我有身份，我不怕。这把我有身份，我不怕。这把我有身份，我不怕。你有身份，你为什么要跑？没跑，师傅，我只是在巡逻。没跑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包包、okay, 猪猪，我们四个一队可以吗？因为我们开局到现在的，对吧？可以，来来可以。哎！我爆的啊 ！OK， 好吧，那这把你们科团。还有猪猪对吧，还有包包，你们看到了，我一直在带节奏，踩到了一个看不见的尸体、我是专业杀手，我不能自己爆的啊，所以我身份宰掉了，好吧，剩下来我没有信心，我只能保这一轮小文和大谋是没有动刀的。我黑灯了之后我就是一个人往右边跑了，所以那一堆人的时候最后黑灯了我是不在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啥信心，也没看清。那这波马老师自爆的可能性非常之小，但也不排除，不好说，但是我信一手马老师，没其他信息了就爆团过。我的视野内秀才哥是没有动刀机会的，我能保他的啊。其他人我不知道，觉得这个可过，嘎了个人，然后我能保的是三安跟大谋，然后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动刀的时间。我一直在贴墙站啊，当时场面一度很混乱，我确实没有太多的线索。我建议直接这一轮弃票，我有身份，我也不能说，我先这把就挂了。好，我觉得王大王的理论也是有一点道理的，会不会到加拿大大鹅，但无所谓了，先看吧，先弃票。秀才已出局啊！为什么？秀才已出局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下一盘直接把你打死。OK， 师傅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过来，刚才死的是谁？是什么？刚刚死的，回答我五秒。绝对不是死的，是加拿大鹅。三二，刚刚死的绝对不会是加拿大鹅。三，师傅，一，全票出科团和秀才，在场所有好人听清楚了，全票出科团和秀才，因为秀才说张宝死的不是，可能不是加拿大鹅。现场所有好人知道死的是什么？科团，我说给你五秒钟时间回答我，上把死的是什么鹅？一直答不上来。他说不是加拿大鹅，来全票出科团，然后秀才下一个直接出啊，不要听他们两个说任何东西了。师傅，你刚问我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说话，我说我坚信，我相信他就一定不是死的，一定不是加拿大鹅。就你说完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开始怀疑秀才和王大毛了，特别是怀疑秀才，因为他在最后已经大家投完票之后，他强行了一波，就是把那个疑点怀疑到你身上。所以当时我遇到你第一瞬间，我是一定信你个好的，但是你直接不听我的解释，要把我打出去。但是这把我只能说场上还有三个坏人，现在坏人在看戏，因为我这一把我又不能说我的身份，如果把我的好身份说出来，我直接就被拆死了。一定不能投我，现在所有的好人一定不能投我，这把已经错失一次投票的机会，但是我不能投我，投我一定会输，一定会输。他们应该不会投我，修凯会不会是那个鹈鹕？师傅，我真的不是，师傅，我这把真的是个好人。我也真的不是，你要相信我。凡哥，马老师怀疑你的点是在、啊、这个那个网红鹅这个时候右边的嘛，传一个你科团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赶快刀大谋，哎，不然你肯定要出去了。师傅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听我说，我有，我真的是狼，马老师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们俩不要靠近我，马老师，你听我说，三二一，真的，马老师，你听 ，nice， 报警了，哇、哦，舒服了，杀了我，报警了，可以，这不我报的警，我报的警，我和。Nice, 在那里生气，这把还要不要报警？但是发现没有次数了，这把还能赢。这个、马老师，你洗不脱了，舒服了，当着我的面就把团哥杀了。他们以为稳赢了，但是他们想不到我是一个加拿大鹅。你可以猜我身份，没有关系，你还不知道我的身份。好，马老师，我听你发言，我得看一下科团是什么身份。哎呦，科团是加拿大鹅。师傅，这把是我的，我昏昏沉沉，我没有看到那个网红鹅死的标志。是吧？对，我说怎么不对呀、啊？所以我当我反应过来你是加拿大鹅的时候，我就很怀，我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你一直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怕被拆死，我被拆死了，还有三个坏坏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问的是死的是什么鹅？我
说我问我没问你身份，我说死的。我就说死的肯定不是加拿大鹅，因为我是加拿大鹅，所以我就知道这个。不，你应该说死的是网红鹅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到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没，我也没听到。是不是黑灯了？因为那我黑灯了，你们也没听到。对，那我黑灯了，因为我是狼。黑灯了，我还就这做任务，我那会儿。我这把又是加拿大鹅，我这把要找一个，就是找一个非常相信我的人，我愿意告诉他我的所有身份，但是我不希望任何就是有坏心思的人接近我，因为如果你们接近我的话，我会恨你们，因为我这把可能是带有情绪的恨。朱大强，你这个人有问题。朱大强，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朱大强。我的身份就好，我的身份很硬。朱大强有问题，朱大强有问题。这时候说这些东西没有用，朱大强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刚一直跟在我旁边，他没有，他没跟我说话。思考吗？他有没有可能肚子里面有人？然后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听我狡辩，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啊，团儿你一直在说话呀。包包秀可爱也有问题，他们为什么单走？是不是少了一个人？我才找到大组织啊！猪猪公主不在，猪猪公主不在，猪猪公主不在，猪猪公主在大强肚子里吗？小温在，小温不在，小温也不在，小温也不在，我没看见，没有小温，没有看到小温，小温这把次郎。小温不是在说话吗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小温不见了，小温去哪里了？后面的后面。客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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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不能过来一下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大强，你过来一下。我不想过来了，先站一块，先站一块，先别过，先别过，先站一块，先站一块，对对，先站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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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跑！我去你的！我把连说话都说不了呀，吃饭呢？公主以外，没把盯着他我。我就往坏到底是哪个坏逼啊？包包就是我，包包已经连杀我两把了。第四把了，这已经是第四把了。我这把不会相信包包，包包给我死。不，我这把要相信他，我这把只相信包包，我这把相信包包，我跟他抱团。包包过来，你知道，团子，你这样，你听我说，我就是黑天中，就是我随意一刀，我不小心刀到你了，我没，我有本意，我的本意不是要杀你。那第一把呢？第一把，第一把，第一把是我杀的你吗？不是啊，第一把你是鹈鹕，你把我吃到肚子里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第一个吃的我，错，我的错。然后第二把，第二把我，第二把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但第二把你是狼，你又搞我，这把你跟我走。我不故意的，我不故意。秀才先，我这把跟包包走，我死了的话，包包铁狼，他铁狼。包包，我跟你说，包包，你现在直接把团嘎了，我就当没看见。你嘎他啊？别了吧，直接给了吧，我当不好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你弄，你刀，你刀。一个狼，我就想发个言，怎么这么难？我这把能保秀可爱，我跟秀可爱抱团走，团团怎么又死了？他怎么他连着两把都死了？手刀啊，手刀保护来一个。我觉得这把好人就弃票呗，因为秀才哥这个嘿嘿嘿嘿就不像一个好人的发言，就他啥也没说，他就光笑了一下。当时我跟秀才哥是复合在一起的，然后遇到了团儿跟包包就在互相猜疑，秀才哥就说了一句话，包包你刀他，我就当没看见。然后包包说真的可以吗？然后蹦一下给团儿就倒地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是秀才哥这种笑法有可能他跟包包是双狼在那演呢，演小丑，所以这波必须推包包。团儿你听我说，团儿在吗？团儿在吗？在吗？团儿，团儿在吗？团儿，团儿你别不说话呀！你这样我很害怕呀！团儿，团儿，波波波波，团儿波波，波波。我已经四局没有说过话了。你怎么不理我？我已经四局没有说过话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秀才哥让我叨叨，不赖我，他让你我都已经准备走了。秀才哥背大锅，秀才哥背锅。他让你吃屎，你咋不吃呢？啊？他让你当我你就当我啊我错了
我错了，团儿，我错了，我这一波我的锅，团儿，我赔礼道歉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我现在看着你这个鸭脸我就烦。四大哥像条狗，谢谢包包的两个飞机，我听你们发言好吧？包包。你自己看一下我的本子上好吧。然后这个时候确实是猪猪把这些东西我都会记得住的，我必会还的好吗？一个也跑不掉。就很棒。